们去捡木头，然后再把它晒干，然后再来烧。我们家热水是用木头烧的，我们晚上才可以洗澡。很担心家里没有足够的钱让我上国中，因为每次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就会看到阿妈的钱包里没有很多钱。有时候是别人送过来的，然后有些衣服变小的时候，就给那个弟弟妹妹给他们穿。妈睡地板这里，这个床是我跟姐姐睡觉的床。是很想他的时候，就会打电话给他，就会跟他说。爸爸，你下礼拜可不可以回来？我想看你这样。我一个只是个阿妈的角色而已嘛，不可能是父母。你要帮我哈。会问他，我说你每次讲没事，会不会有什么心理的那种，还有一些问题在？他说没有啊。有时就会一个人在家里，就把他捞进来球队这边，对他的课业也会实质上的给他一些帮助。再来就是生活的部分，我们学校这边就会帮忙去照顾。辛苦一下哦。像小孩子缺少什么，我会尽力。只有想到自己说，我不能倒，我不能生病。我想跟我很